你刚刚有拿到树苗好，吗？给你。谢谢。好了，这三只鹦鹉在这边戏水，我就不干扰它们了。戏水。收编不了。要找到甘蔗，感觉有点难啊。这地形都超像我们走原过本的的，地方，都长对啊，在附近像，啊，是不是？我们就在附近啊，我们其实没走远啊。对啊，感觉超眼熟的。那刚刚说到873，然后嘞110，好像是，坐一艘小船走。哎，对啊，白痴就边界了。我这材质包要很靠近边界才看得你到。对啊，你那材质包很透明哎。我习惯了，一直以来都用这个。哇，那我觉得应该也没有甘蔗啦，边边都没有了，中心的有的话应该都被打走了。我看看地表有没有人，就稍微再走一下。哇，真神木哎！都只有海草，海草，海草，海草。什么地方应该？嘿，有有人？甘蔗，哇、哦，位置超扯的。哪里很高是不哇是？哦！不是，它在峡谷中间，而且它是长在那个红沙还红是混沙凝土，上。我不知道。我赶快走，我赶快走了。西瓜之力啊！从来不放弃绿啊！队在受伤，在打架两吗？只两个人都有受伤。你们应该不是哇打架吧？兽很少哎、欸，哦！还是被遇肚子到了咬什吧？么怪物？啊，沙子可能有用。啊！我真的好讨厌挖神木哦。神木，你要想反过来想，逆向思考啊，说不定他很多带苹来幸果、运。哦，对，它有西瓜之力。你看你的神木也太大了。对啊。没有，我以为是那种。No，超大。好，等下我钓完这个帮你挖。阿比，你很大哦。没有。这是我来的路啊，怎么回不去的感觉？哦，沙子掉下来。哦，有一个河童，不是河童啦，河豚。河童，河童，掉到河童，呜、呜 掉到儿童，那就更可怕哎呦！这个会被抓走吧？我努力持续吃西瓜一整场，一定就会有更多的好运。耶 而且还是刚刚好三根，这么棒！哇啊哟啊！你苹果不你说你，了，他们那里的那个矿道，你们有稍微探索吗？很小。稍微很晃小，一下而已。对，他们感觉就是刚下来而已，然后看到我们，然后就跑掉的那一种。他们很小，没办法。哇，你那个树好大，阿明你好，超大超啊！夸你看，张，我就想，哇，有两个小我心要电摔上来帮他挖。超扯，欸，应该是没了啦，阿比。啊，可没是你要打了，干净啊。超大。打一打还是会有苹果。哎，你地上苹果捡一下哦，好，反正是黄金缺了。缺哦，了哦。真的吗？我想说黄金本来还蛮多的。我箱子剩6个，然后有沙火药都可以试试看。那箱子也有那个铁镐，我把它合一下，想要就拿。这边又一颗苹果下去了，好。掉在鹦鹉之间，两只鹦鹉之间。啊，比较你没多有抓到啊。红色那只鹦鹉多多，应该叫苹果，有没有？哦。像钻石、西瓜、苹果，钻石、西瓜、苹果，
啊，他们那个三只在那边戏水，就不就打不打到他们了。嗯，可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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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皮革啊，还是你不用了？啊，有有，对啊，嗯，都有，就差黑曜石。上面还有碳哎、欸，可是不是很想挖了。不用挖了，碳就不用了，碳就算了。嗯，所以刚刚我那个钻石留着对了，我就觉得、嗯、还好，真的没说。刚六颗，你除非你用一颗哦，哎、欸，否则都会。青金石够吗？青金石我这有38个，嗯，应该还 OK。好，哎、欸，你还是挖，等一下经验付完再去挖吧。哦，对啊，对啊，对啊。哦，又长树了。我在想什么？哎，一本书。哦、这时候就会觉得啊，那个没有跳成就不错了，真的不会被发现。对，仇恨值没那么高，还要一只黄色。我放木材喽，箱子里有青金石哦。好，你们先附我把风。哦，哎呦，附魔师跳出来了，还好只有我可以看到，还好。又一只，给你假的金苹果。假的金苹果是什么？河豚。阿比，你先附魔啊！哎、欸，你们身上也都没有黄金了哈？没有、欸，没有。所以就目前六颗黄金，三颗苹果，可以持续探索。我挖铁，我一开始挖铁的地方那边有黄金啊。不过在地表，哦，那没关系，我们这边都还可以探索，嗯、你们都可以那个、哦、去做附魔咯。哦，阿炳先啊，这里为什么树是一直有亏？隔很近也可以长，橡木可以，应该说现在的树都可以了，对对，现在都可以了，小几率问题而已。现在这边没关系啊，反正我们苹果很够了，你就那样放 OK 的。我们现在反而是要在。探索洞窟了，箱子里还有一颗苹果。对，太多了，很棒，很棒，很棒。喂，移动都要小心哦。我觉得那 creeper 好多、哦。我们家这边啊、哦嗯。嗯。投射物保护跟爆炸保护要哪一个？换一个，一般的保护。你是附哪一个？头盔，那你换衣服附魔、还是你只剩头盔 了？我剩头跟裤子跟脚，那你就附其他的啊，换一个就换一个，对，就全身保护就好，那个可以洗掉，对，因为弓箭本身伤害不高。那我应该附什么？你要附什么就保护啊。哦，好，他只要写保护两个字这样就好。嗯，我这边有一颗青金石。探索峡谷真的比较危险啊！你不是死在那边几次了吗？啊，所以会怕、啊。有需要附到剑吗？就是要可以就附啊。我只有耐久跟横扫之刃，这是什么？那就一样，先附别人，甚至连稿子附效率都可以。嗯，你附效率，搞不好你还挖得赢边界哦。我只有耐久，那就没关系。反正就是附一些别的一等的把它盖掉。嗯。好好，你不要讲好不好？哇，我可以附啊，要铁。哎。我掉到命名牌了。对面吓死了。我们可以命名了。哦。我不相信你上得来。也不能不相信他。我相信你上得来，饶我一命，辉哥。不知道哪里还有、哦、好危险哦，这里附近挖挖，刚应该把一些资源给你们的。深海漫游不太需要，真的吗？我觉得如果啊也是齁，
不会到海底啦。不是啦，如果被小房不是小房间啊，就是人家倒水的话，我还走得会比较快一点点。有光，又是岩浆，哇！我们这边真的是满满的洞窟，接着洞窟。搞子。我看到黄金了，又是峡谷。离我们近吗？哎呀，没有，肚鱼吓到。哦，小心啊！没关系，没关系。就知道你会来。好，过来啊！小蜈蚣，等你过来。怎么那么快？忽然间来超快，爆了！哇，怎么了？好多只，没关系，我在瞧。喂，怎么不会被击退？喂，气死！我这边太多怪了，还好没事，还好没事哦。就 combo 哎，被打到了几下。还好血量在允许范围内，还好付了保护才过来。太多怪了。我们现在资源很多哦，我这边还可以再挖很多铁，然后跟黄金回去。现在我、哦、其实才56分钟哎，时间过好慢啊。对啊，然后又有很多地方可以探索。有铁，有铁，哇哇哇！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做那个铁簪了，铁簪我就可以命名了。可以做钓鱼机吗？我已经忘了怎么做啊！现在查又很危险啊！这里一定要先上去点亮。太危险！好 ，peace。而且我还有一点运气，就是没有遇到女巫。晚安，晚安，要睡的晚安。还好，在洞窟里最讨厌遇到女巫了。啊，我很喜欢遇到女巫哎、欸。为什么？可以打药水啊！我有一次真的打到中毒药水啊，可是没用到。你太强了，难度真的有点高哎、欸。对他准备扔我的时候，就把他杀了，那时候吓死。命名要干嘛？那边有一只叫命名西瓜，一只命名钻石啊。棒。还是要命名我的鹦鹉，音阶盒没有音阶盒啊，它可以 也可以用那个啊盔甲架啊而且其实音阶盒上面你放个东西就不会有声音了。高空作业，希望平安。哦，岩浆，我这边又有岩浆了。好。你们可以探索附近。你说岩浆附近吗？就是未知的路。我们现在就是慢慢探索。对面有洞窟，等一下升怪。他叫的兔子应该是我吗？不是我吧？对，栅栏压力板告示牌哦。现在这样高空挖很可怕、欸，因为你挖到肚鱼被打下去，就真的是。让我捞个水。捞，不得了了，对吧、啊？在想我要不要去探岩浆那边？
你敢吗？嗯，先砍树。我知道啊，我知道啊，我知道钓鱼机怎么做。再不看我影片啊？你去探啊。我这边资源真的很多啊，我三个黄金目前还不错。Yeah. 哦，那我们还有苹果可以做。对啊。阿比。你身上有金苹果吗？我身上目前没有。哦，那就好。怎么了？没有，如果你掉进岩浆里面的话，就完蛋了。No 。No。不会啦。把身上的好东西先放一遍，再出去晃。没有啊，你可以去啊，你可以去啊。你要探哪一边的？嗯，我是挖到的。哦。那你关键就是确保回来的路了。嗯。如果遇到人，我们就。希望你赶快回来。没有啦，我主要不做盔甲架的，钓鱼机主要也是因为我要边看 ID 啊，不然你就只有一个视角，啊，突然被从后面来，你怎么办？哦，对啊，后面偷偷摸摸，对啊，我盾牌也快坏了，等一下要做一个，没关系，有盾盾的。